是。会场来，好，请在中间，先让我们媒体朋友拍个照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好了。pose 白点要来。pose。可是很多人对你的标签还是很重呢，都觉得你唱歌就是混有鼻音呢。没有，这是特色，好不好？因为我是觉得看歌曲啦，看歌方面，比如说金包也当然不，当然唱出来的会靠谱，不要说巴拉爱心，这个没有味道、啊，这力度就少，一定是巴拉爱心，一定是这种，是这种，是。耳朵的事情困扰你很久，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怎么回事了吗？因为这两年。一直在歌曲方面也好，一直在想改变，然后这两年，这两年来，我真的唱歌非常非常的辛苦，因为耳朵真的出一点问题了，我们没有听不太清楚，是不是我们耳鸣，是不是会有两三个声音，然后我现在就是要用耳机。来听那个，来听唱更糟。耳机一放，哇，自己的就是很多，更多声音叠在一起。对，然后叠一直叠，所以我现在就是在听力方面还 OK。可是呢，等到我要唱的时候，我觉得就是会慢半拍。如果弄耳麦，也真的。不行，那如果没有弄耳麦，听力方面真的差很多。啊，又想，啊，等一下，我不要拍哦，我会看一下。好，不要哭。OK。或者请问一下啊，这样子对一个歌手而言，当你听到音乐都是慢半拍，会不会觉得很沮丧？想要装逼，真的想要死。